今天来吃越南炒饭，有虾子也有肉，那炒饭的部分，顺便介绍一下哈，还是有牛肉河粉，还有凉拌烧肉，河粉、酸菜、牛肉河粉、什锦河粉、米苔包，这边还有那个柠檬汁，越南滴落咖啡，还有这个罗旺子饮料，还有罗勒子饮料，那一些小菜方面有，皮蛋豆腐、三层肉，还有油豆腐、卤味盘。小菜凉拌豆芽菜，还有小黄瓜凉拌小黄瓜，猪肉汤、猪血汤，这是我们这里越南越南菜，那都大部分都是现炒的哈，很好。那这这里有一些有那个。还有那个卷啊，还有这个卷哈，还有法国面包的，蛋炒饭，我刚吃的就是蛋炒饭，牛肉粉哈，那这个地址是在，地址就在这边，镇河街哈。150号，离这个对面就是我们的五湖宫，刚好就在那五湖宫，五湖宫的对面就是我们的越南的招牌牛肉河粉店。很好找，欢迎各位来这边吃越南的道地口味，谢谢。